如何教狗狗在固定地方大小便？王杰，职业兽医师。首先要选择处于幼龄期的犬只，幼龄期的狗狗是养成习惯的关键时刻，所以这个时候要进行排便的训练也是最容易做到的。首先需要观察狗狗大小便的动作，比如会前后腿夹得紧一点。狗狗通常选择大小便地方时，一般都是会集中在某一个区域之内，您可以通过摆放报纸铺在狗狗经常排便的地方，这样可以帮助狗狗更好地找到并且记住这个特定的位置。这样反复重复几周后，狗狗就能自觉地到摆放报纸的地方进行排便。每次狗狗能去固定的地方排便后，主人可以给狗狗一些奖励，这样狗狗就能知道这样做是可以得到奖励的，于是它下次也会知道自己这么做了。